America 是个地名，美国的国名叫 United States。夏威夷 Hawaii 是美洲之外的，关岛是在东南亚，关岛跟夏威夷都属于 United States。金门、马祖、澎湖属于中华民国领土，在美国人的眼里，America 是个国家，United States 也是一个国家，一个是它的国名，一个是它的地名，就这么简单。